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啊，我们来聊一下航班取消了，要怎么办呢？对于航班已经取消，却未收到通知而来到机场的旅客，航空公司会根据旅客的意愿，为旅客安排有可利用座位的后续航班。征得旅客及有关承运人的同意后，办理迁转手续或开具航延证明，方便旅客回到原出票点办理退票手续。旅客在恶劣天气出行前，先通过航空公司官网或电话查询航班动态，或利用手机软件提前查询航班动态，咨询航班动态后再做出行决定。一般来讲，对于提前四小时确定延误或取消的航班，航空公司将通过短信平台、电话、邮件等形式向旅客发送航延通知。旅客购票时留固定电话、虚假电话、他人电话，往往会造成信息接收不到的情况。建议旅客在购票时留下个人有效的手机号码，以确保航空公司能将航班信息准确、及时地发送给旅客。您知道了吗？